这里说的是灵魂只有一个意志，如果它受到阻碍或者专注在某件事情上，就会失去在神性转化上所需要的自由、孤独与纯洁。那我选这张图很有学问，他的斗鸡眼只看到他在鼻子上的蝴蝶。很多时候当我们不自觉的对某件事、某一个人、某一个经验，当我有这样的依恋放不下的时候，我就变成这样的斗鸡眼，我看不见别的，我只看到那个经验，我只看到那个人，我就把那个经验、那个人或者是那件事扭曲了、缩小了，因为它本来不应该有这么大的位置的。都过去十年了，我永远忘不掉你骂我的那一天那个样子，所以我十年了没有给你好脸色看。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甘心做奴隶。那十字王说，为了达到与主的结合，人灵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寻找主，把自己由他的情感和思绪偏执的把持不舍中释放出来。主要我回到我的自由的身份，回到他充满爱的那个面容，没有别的。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失去的欲望可以使我们与主结合，所以呢，需要净化这以个人为中心，把人事物占为己有的倾向。这说明了为什么我要把这些放下，因为该有的、该出现的要在他的主角的位置出现。我们通常评一个戏剧的时候，我们这个戏剧好坏或者导演成功不成功，要看他有没有让这个主角真的做主角，或者这些配角都变成主角。因为很重要的是，我在生命中我找什么。以前我很注意一个专题叫做人在中年，我不叫中年危机，我叫人在中年，我做了一个专题。其实人到了中年就是安身立命的时候，那我找到我自己，我的儿女们长大了，我的丈夫的事业也有了某一些的成就，或者某一个固定的方向也稳定下来了，现在是我回归到问我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不再是某某人的太太，我也不再只是某某人的妈，这个是李大头的妈，这个是这个王太太，她叫什么我不知道，我们都叫她王太太。那很多的妇女就在这个时候就很自然的几十年就忘记了自己。那到了中年，是主的邀请让我回到真正的我，我可以把这些都放下。那可能我在某一方面我会有很大的失落感啊，我的那个成就感，我刚讲那个我在菜场遇见的那位女性的例子，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说你没有想到再婚吗？她说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要把我的儿女们养大一辈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为家庭付出所有一切的，最后呢就是找不到自己了。主不要我们这么活着好吗？不论你今天是多成功的女性，你是多成功的男性，你的身份不等同于你现在的荣誉也好啊，我现在已经拿到博士了，我现在是博士后，我现在是教博士的老师，我现在是牧师，我现在是主任牧师，都不重要。我们进天堂的时候，主不问我们这些，也不看我们这些履历，哎，你有没有带来你的学历，我来看看你念到什么程度。主要的只是说你活着，活的时候活得像不像我，只有这个。好，所以呢要谈的就是对于失去执着欲望的再教育，净化意志的情感及失去偏执的欲望，我要净化它啊！现在有净化空气机，有净化水的各种各样的机器，我要想办法让它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回到本来的面目。美容的第一步，保持面目清洁，对吧？
我要是用化妆品一个常年这个唱戏的，他要在他的脸上抹非常多的很厚的这个色彩，他的皮肤不会好，因为他的整个的皮肤就被那些人工的东西、化学的成分侵蚀掉了。你用多少面膜都没有用。这个对失去偏执欲望的再教育，就这个，我要净化它，为克胜所有的欲望及其气绝对于所有事物的享受。怎么做？后面这句话是重点，必须燃起另一种更猛烈的爱火，就是爱他的敬佩，没有别的。就是我如果要放下这些，我必须要有一个更强的动机，就这么简单。我已经是酒瘾，我已经是这个上网的这个瘾，我必须要找到一个比上网更吸引我的东西，我才会放下。那这一样的道理，我必须要燃起另一个更猛烈的爱火，就是爱我的敬佩主基督。我那个爱一定要超过爱其他的，回来再说，就是回到有秩序的爱，没有别的。好，所以对耶稣基督的炙热的爱是什么？是气绝，对耶稣绝对的认可的后果。对人来说，是对于基督的爱是唯一不需要连根拔除的欲望，唯一的最重要的欲望。我做什么都是为主而做，在所做的一切事中，要效法基督，把效法基督视为经常的欲望。如果我经常的欲望是逛街，我今天要把效法基督当作比逛街更大的乐趣。没有任何因为什么，没有任何事情可与主的爱相较。保罗的话，为了耶稣基督的爱，应该弃绝喜好，并且保持空虚。他在世的时候，除了满全他父亲的旨意之外，一无所求。他称天父的旨意为他的食物和精神食粮。好，我们回到这个与主结合的路上的唯一的向导和同伴，他做的就是这个。在约翰福音，我们是若望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我从天上降下来的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而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而行。施旺说，我们需要知道意志牵制着欲望，欲望如果受到任何巨大的喜好的阻碍，或者被它占有的时候，就会扩张的很大。而欲望一旦集中在某一件事上，它自己就变得狭窄了，因为除了主之外，一切都是窄的。虽然进入天堂的路是窄的，可是主的爱、主的临在跟任何一个受造物来比的话，所有的受造物都变成窄的。不论它是世界十大奇观之一，多么壮丽的山河，多么了不起的工程，跟主的造工程来说根本没有办法比。为的是使灵魂能够走向主，就要清空并且轻视失去欲望的每一个要求，就我们刚刚说的，不论它多细小，不论它多微小，就是不要它，使你的意志指向天主，敞开他的口。所有的灵修操练都是这个方向，这个目标，不是吗？让主能够用他的爱和甜蜜来填饱他，保持唯独对主才有的饥渴，而不渴望用其他的东西来得到满足。这个是施德旺在他写他的书信，是非常美的，我已经翻好了，不过还没有再看一遍啊。就是在他的1589年写给他，在塞戈维亚，他写给一位他的同会的会士，里面他说这个话，就是那个对主才有的饥渴，不渴望用任何其他事情来达到满足。我们说，他说这个关键点在什么？不在于做什么，
施若望多少次在他的书里强调，主不在乎我们做什么，哪怕我十分钟、二十分钟，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就在那边看他，比我做了在人的面前的了不起的事情，对主的眼睛来说是最好的。就是他不在乎我做什么，在乎的是我为什么做，那很重要，对不对？那个小德兰说，如果我有爱，我连我从地上捡起一根针来都是最值钱的。所以主不在乎我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得到的一个教育可以是，你如果爱教会吗？你爱，那你就要做，你做的越多表示你越爱教会。你爱这个家吗？我爱。好，早饭、中饭、晚饭你都做饭，你都洗碗，你扫地全归你，洗衣服也全归你，这个叫你爱这个家，爱的没有条件，不对。啊，那我这样做是不是在于做什么，而是在于为什么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福音里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小故事，主基督去赞美那个贫穷的寡妇，因为主看到了不是他做什么，而是在他为什么做。如果我们懂了这个，我们可以跟十字若望一起说十字若望写的这一段。我要请从左边开始，好不好？我的左边开始，每一位就念一句。经常努力，倾向于看看十字若望跟我们说什么，倾向于什么？不是最容易的，而是最难的。不是最容易的，而是最难的。来，不是最愉悦的，而是最乏味的。不是乐趣最多，而是乐趣最少。不是那令人安歇的，而是令人辛劳费力的。不是那多得安慰的，而是没有安慰的。不是那从高于珍贵的，而是最卑微而受人轻视的。好，你们听到这里，念到这里，你们想什么？为什么十字若望要写这样的东西？多么生硬难咽呢？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要认识十字若望，就拿起这个攀登加尔默洛山，后来就放下了，说这个书简直是不合人性。我们的老师也从来没有鼓励我们认识十字若望从攀登开始念，让我们从灵歌开始念，让我们懂得天主的爱是主的爱是什么。在这里我自己把这个打上去之后，我就要找图嘛，我就找到这个图，没有别的答案。亲爱的各位，在耶稣身上，耶稣现在跟我们在一起，尤其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他完全懂这是什么，因为他做到了。他做到了不求最容易的，而是找最难的；不是找最愉悦的，而是最乏味的；不是找最乐趣多的，而是最少的；不是找令人安歇的，而是辛苦劳费力的。甚至他说，你们这些辛劳费力的到我这里来，我让你们得到灵魂的安息。十字架上的基督给我们所有的答案。好，再下面，不是期盼什么，而是什么也不期盼。不四处寻求现实事物中最好的，而是要寻找最差的，并且渴望为了基督在世上的诸事中进入完全的赤裸、空虚与自贫。好，再一次的问，十字若望怎么写出这些东西来？因为十字若望认识这个躺在马槽中的婴儿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些，他自己成为赤贫，他自己成为空虚，他自己不期盼什么，只期盼主的爱可以这样通传人间。
所以今天我们在普世庆祝十字架庆祝基督来临的时刻，是不是在这个圣诞节我可以练习在马槽，躺在马槽中的这个胖宝宝，可能真的主基督没有营养，没有那么好，不过就是在这个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面前，我敢不敢重复的念刚刚十字若望给我们的，努力的想办法，努力的经常努力倾向于，我敢不敢一个一个字这样的在降生的耶稣前面讲这个话。最后我们今年我们有缘在这里，我们一起准备圣诞节，我希望今年的圣诞节给各位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舍弃放下，为的是给要来的主一个空间，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跟主一起说，主耶稣请来。我等一下我会留给各位时间来做一些讨论啊，反省啊，那在这个之前我要给各位放一首歌来做我们今天课程的结束。这首歌很特别，可能你们中间有人听过哈，叫 One Day。 这首歌是阿拉伯语跟希伯来语就是两个不同的宗教的团体，这两个宗教团体代表着今天在宗教团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希伯来语跟阿拉伯语希伯来语跟阿拉伯语，他们这个两个宗教的代表性的语言，他们唱同一首歌叫做 One Day。 我希望在这个我们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虽然我们等一下还有讨论，我想把各位的心带到俄乌战争的现场。今年的乌克兰人，千万的乌克兰人，他们现在是没有水没有电基本的民生设施全部被摧毁，我不晓得他们怎么过这个圣诞节不要说圣诞节，他们怎么过了每一天。我们把心也扩大放在今天中国继续不断的出现免疫的那个疫情的继续不断的爆发，我们把这些在恐惧中在无助中的这些同胞也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跟他们一起唱这个 One Day。
好，希望这个圣诞节我们知道我们所迎的是和平的君王，是一个给我们带来生命的君王。